Eden 现在他是吃那个哈哈金麻辣，吃到很辣，吃到很辣，吃到鼻子都辣了，流鼻水。我刚刚在京东做的直播，你们有看吗？还没看，赶快去看吧。还有可以拿耳机、音响，他们都送，赶快去拿。希望你们都可以，就是他是纯是用抽奖的方式，希望你们都可以拿到吧。我现在就在那个，哦，是我玫瑰花，谢谢。我现在在那个去别的地方开会了，那你看我穿着啊，玫瑰花抓住。我现在穿着我新品牌 Spirit Unus 我自己品牌的小背心，喜欢吗？我们的品牌就会在七月六月，大概六七月吧，我们的网站就可以购买了。看，粉红色，很喜欢。抓住，你们都听我讲话听得清楚吗？对，品牌叫 Spirit Unus。那 Unus 是拉丁语的，它代表就是唯一。那希望我们的品牌就是可以给到你一个唯一的很 unique 很唯一的感觉。然后还有它也可以就是代 Unus 也可以代表说很一致。那希望全世界都可以比较平安，比较爱护对方 ，unity， 它是改 unity， 抓住。我好久没有做个直播，因为我一直都在忙，然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工作，都根本没有时间就好好的做直播，所以通常我做直播都是在车上嘛。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啊？之前在香港不是开了一个了吗？叫做《梦之途中》。我还在北京呢。我很喜欢吃辣嘛，然后每一次去北京，来北京都会买很多很多的哈哈镜。我给你看，哎，等一下，勒到了，好多好多的哈哈镜，一大包，很厉害吧？但有的我买错了，买错了就很辣。我八月就会上映两部电影，《闺蜜儿》还有《天生不对》，跟仔仔五的超导演，然后很快就会打我新专辑的国语歌呢，希望你们都喜欢。你听我听得还清楚吗？其实那些 comments 真的跑得好快。对啊，天生不对终于要出了。我昨天睡了四个小时而已，就爬起来工作了，所以现在有点困。
你看我多好，还会上来见你们。我在看你们的留言。啊，你送我花，放耳朵旁边，美吧？最后，哇！粤语，你哋好嘛？你哋好嘛？识唔识听广东话啊？少少识唔识听啊？我就嚟晕啦，睇嗰啲 comments 喺度，系咁样。哇，太快啦，睇。系啊。中意你，唱个歌吧。女神好美，唱歌。Eden， 好美，爱你。佢 sorry 系两个人嚟嘅，一个嗌你 Eden， 一个嗌我好美。所以你唔好以为系一个人话 Eden 好美。爱你哦，爱你哦。啊，我耳环好看啊。他的星星，但他很渣，渣渣。哦，你唱歌。去哪儿啊？我现在去开会。你们看得到这个留言跑得有多快吗？喜欢四人游，看得到。哇，点蛮好热的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礼拜五哎，你们都可以出去玩。但现在是两点而已，你们都不工作，然后看我的那个，是老板都不知道你们在看我直播对不对？都是用耳机对不对？我是大学生，所以你就哦，谁在上班，然后偷偷的看我那个直播？老板爱你，因为你就是老板了嘛。好多人都在偷偷的看呀，你都是用耳机看的嘛？然后可能老板很远的看，就以为你在跟女朋友视频聊天。什么？永州？老板一起看，真假的呀？不是，我不喜欢讲，就是我也喜欢讲广东话，但是也许我讲普通话你们都听懂吗？我那么难得上来做直播，也许我讲广东话了，就有的人听不懂，那就很可惜了嘛。
他們好像都聽得很清楚靜的嘛，這裡哦，這個靜可能是圓夢初醒，圓夢初醒，声音真好听，唱首歌想听你唱歌，听不懂，没死了。下雨了吗？哪里有下雨？哦，这个不是下雨，这是我们的窗户好脏哦，就是雨之前的脏脏的弄起来的灰尘。嗯，司机大哥可能太忙了，没时间洗车。那么喜欢听我唱歌，我就唱一首给你们听。唱哪一首啊？我还想不到，我还在想唱哪一首。你们有提议吗？我看看 ，Better Me 520。520，对，520是我在香港演唱会唱了几次我的新专辑的快的歌曲，那首歌还没打，那所以在现场的人才能听得见。520啊，关于爱情好多如果，关于永恒好像不多，敲敲我的爱情门的锁，给我多点情调，触动我的心跳。哦哦，在这等着你过来，带着真心为我来。哦哦哦，你会不会太爱我？爱太容易猜错，谁不能太多爱我？如果不够认真，可别随便说。要说520，表明你的爱，除非你就是 Mr. Right， 多情也是错，只要一对一定属于我。半颗心的爱，也是一种灾害。你是说十分钟就到了，为什么做了这么久 Live 都没到的？发到真的想十分钟。真的很困，一分钟哦，他说。一分钟就到了。一分钟。地图说我一分钟就到开会的地方去了，那也许我快了，开完会还没累死。开完会还没死，因为太累，那我就跟你们继续做直播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还会来吗？会。这个粉丝可烦人了，烦不烦？最近比较烦，你比较烦，你比较烦。你比妈妈烦，比爸爸烦，比阿凡烦。好了好了，没可能，阿凡是最烦的。是快到的效果吗？快到了。哇！佢撳咗側邊嘅，我冇啊，未有 high 到係咪 ？high 邊度 high 到啊？为什么我看到愤怒的样子？你干嘛传达这个给我呀？我现在人在北京呢，北京的哪里我就不知道了。复刻回忆，
你还好吗？好久不见，原来这里这个老店，后来的你喜欢了谁？我们聊聊天。现在的你一样美丽，至于爱情，一个人睡一样。好多年都没有唱过了，忘了歌词了。就让我一个人失忆，消失在你的世界里。是不是爱上了？是。就当我任性，不懂体谅你。嘟嘟，我忘了歌词。一个人失忆。不是一分钟就到了吗？干嘛还没到？就算你一个。好了，我要跟六万个你们说拜拜了。拜拜。你看 Polly 多美，有男生介绍给他吗？很差哦，会差的差。还是他已经有男朋友了？哦哦，好了，我先到了，拜拜拜拜。